危急时刻，他们冲锋在前；疑难案件，他们昼夜奋战，传播法治理念，守护公平正义。他们的精神催人奋进，他们的故事永世流传。担当攻坚取壁，护卫一方安宁。系列节目《英雄无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库兰·阿辛别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富蕴县司法局可可托海司法所所长，在这个只有三个人的司法所里，他已经工作了29年。两个村民因为房屋宅基地的问题，一大早来找库兰。在可可托海，每当大家遇到自己解不开的矛盾，总会第一时间来找库兰。发生矛盾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情绪激动的老百姓。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就是一碗水端平，合情合理、公平公正的与老百姓排忧解难，这个解决矛盾纠纷。可可托海这座面积只有17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不到5000人的西北边陲小镇，在2003年以前，曾经是全国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产的重要产地。如今，这里正在转型为一座集地质文化、民俗风情于一体的旅游景区，而这样的改变也反映在库兰每天的工作中。可托海镇现在的主要矛盾纠纷就是企业这个改制过程中的这个职工的安置问题发生的这个矛盾纠纷，还有一个就是旅游开发过程中这个拆迁或者是这个土地征用，发生的问题。布格半一家几个月前刚从10公里外的塔拉特村搬迁到了这处新村，一家人生活的习不习惯，有没有需要解决的困难，是库兰关心的事情。布格拜之前居住的塔拉特村是额尔齐斯河源头的第一个村落，也是可可托海旅游景区的重点景观地带。根据建设国家级旅游景区的需要，从2016年起，当地政府决定对旧村落实施升级改造，将塔拉特村的60户居民整体搬迁至镇上的新村。规划有利于可可托海的长远发展，可要说服居民们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老房子，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祖祖辈辈在那个山沟里居住生活，他们不太想搬过来。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一直参与这个搬迁拆迁工作，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为了动员村民搬迁，库兰曾经多次来到塔拉特村，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布格拜的家是库兰走访最多的一户。第一次去的时候，他是情绪有点激动，就是死活不愿意搬。他说：“你们再这样做工作，我都不想搬似的。”政府已经建好了新房，为村民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可是布格拜为什么不想搬呢？一次次走访之后，库兰终于了解了布格拜的顾虑。他就害怕，就是下来以后影响他的收入，再说他的土地就在跟前，他也害怕这个后期搬过来以后把土地这块可能也收回去。阿曼这吃的嘛，这吃的点少了可能呗。布格拜一家在景区的老宅里已经生活了40多年。每年靠种植黑加仑和畜牧养殖可以达到4万元左右的收入，如今面临搬迁，一方面是难舍故土，另一方面老人担心自家在景区内的土地被收回，搬到新村之后断了收入来源。
作为有着多年调解经验的司法行政干部，库兰深知，只有解决了布格拜一家的后顾之忧，才能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搬迁。我让老人不用担心这个土地的事儿的，政府不会这个收走他的这个土地，搬过去了以后，这个收入不但不会减少，对这个孩子的就业这块还有固定的收入，他自己也是到了郑区以后，房子也是新盖的嘛，生活上也有所提高，孩子上学还有自己的就医这块也挺方便的。2021年，塔拉特村的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迁到新村，眼看着老邻居们在新村里安居乐业，布格拜的想法也开始一天天转变。让他也到郑区来过来看一下以前搬过来的那个搬迁后的这个生活，现在的生活状态，看了以后他就是想想有些松动，就说这个他孩子在郑区安排这个报案，还有这个做这个环卫工人这个工作，以后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现在他生活也挺幸福的，今年就正式搬过来了。如今布格拜一家已经逐渐适应了新村的生活，而景区旅游业的火爆也让他种植的黑加仑有了更好的销路，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改善。除了布格拜一家，新村里有一多半的家庭依托旅游业的发展做起了民宿和餐饮生意，居民们正在适应着从农牧民到旅游从业者的身份转变。7月的科克托海正值旅游旺季，景区每天都会迎来新的游客，而随着旅游业的日渐红火，游客的逐年增多，景区也成为库兰和同事们开展法治宣传和矛盾调解的重点区域。这天一大早，库兰接到了塔拉特村村干部打来的电话，在景区内的一处草场地，本村的一位农民和邻村的一位牧民因为土地使用权问题发生了冲突。放下电话，库兰和同事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他在这个景区里面有12亩这个黑加仑种植地。最近这个托红乡的一个牧民，他说他这个地是他的草原证范围里的地，所以双方就发生争执。可可托海镇属于农牧业混合发展区域，由于历史遗留原因，该地区在土地确权方面普遍存在一地两证的问题。我们富蕴县是一个传统的畜牧大县，因此呢84年发证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第一轮草场确权的时候，它这个草场的边界线都在河边。那么后来随着咱们人口的增多，就在这个河边就近水源近嘛，然后开始开垦地，就把河边那个土地呢也给发放了咱们的这个农村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就会造成这么一个一地两证的问题。发证重叠的问题涉及时间久远，追究谁是谁非并不能解决眼下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要让牧民能够有场地放牧，还要确保农民种植的黑加仑能够平稳的收获。考虑到双方都这个利益，最后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牧民把今年的这个黑加仑先收走，把里面的那个自己种的那个草这些打完以后，就是牧民再搬到那个里面去住。库兰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双方的认可。这天下午，他们来到科克托海司法所，正式签订了调解协议。
这场土地纠纷看似是农民与牧民之间的纷争，但实际上却是当地普遍存在的历史遗留问题。这样的解决方式只是暂时做到了双方的平衡。作为司法所所长的库兰考虑更多的是如何从根源上解决矛盾。库兰姐一直在跑，这几天她也特别辛苦，给我们就政府报相关的进展情况，也是建议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到上一级人民政府，通过我们政行开一个研判会，大家意见统一以后，我们就往上级报这个研判会的情况，由上级部门来协调解决。库兰和同事们的调研报告已经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解决一地两政的问题已经被当地政府提上了日程。2018年、2019年呢，我们对所有的那个农村土地承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耕地证呢，进行了一个重新的一个确权。那么现在呢，应该是第三轮的草场的这个确权，应该可以将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做一个统一的一个，可以画一个句号吧。派查出来什么矛盾纠纷，有没有解决的能解决的，解决不了的上报的有多少个？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是科克托海司法所的民情研判会，研判会的参加者是各社区的干部和调解员，库兰是研判会的发起者与主持人。这块有啥问题的话，及时给派出所还有总值班司法所汇报一下行了啊。就是我们一些邻里纠纷关系，还有一些那个婚姻家庭的一些关系。这个婚姻家庭纠纷，必须要及时的解决这个事。为了更好的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将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2019年6月，科克托海镇在辖区内的司法所和三个社区分别成立了库兰调解工作室和调解委员会。库兰在调解工作室模式下组建了企业、司法、行政、旅游三支专项矛盾调解队伍，队员们负责日常对社区和景区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和调解。排查是不定期排查，排查就是我们社区联动警务站，还有就是咱们司法上的，然后还有派出所的，我们这个一块进行一个走访。小的矛盾纠纷我们调解了，我们说大的我们调解不了的、处理不了的，我们把它汇总到一起，由咱们的库兰大姐她进行我们的分类进行调解处理。这天上午，在科克托海镇的一个社区里，两名居住在楼上楼下的邻居发生了争吵。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社区干部给库兰打去了电话。发生争吵的原因是由于楼上居民家的水管老化漏水，楼上居民用水时渗透到了楼下，楼下居民表示不满，两人起了冲突。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因为库兰的出现很快变得缓和。这是库兰在科克托海工作29年，在群众中间积累下的信任感。库兰大姐在我们辖区来讲属于是老同志了，在我们科团也是几十年了，对我们辖区的开展的工作，包括和辖区的咱们这些人啊，都特别熟悉了。他就是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能他一到现场，好多事情就很好的就能处理掉了。坚守在西北边陲29年的库兰，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库兰大姐”，而能赢得这样的口碑，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在29年间。总是尽心尽力地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群众。库村长好。最近怎么样？好的了吧？好好好。居民海拉提·毛利达汉自幼因患小儿麻痹症，手部残疾，生活不便，没有收入来源。在走访中得知他的情况之后，库兰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援助之手。我就想帮帮他，和社区联系，给他找工作，就是到三联部门去上班，每个月又有固定的收入。像正常人的工作都做不上，参加他给我安排这么好的工作，真正的伤心。
那年是丫头就是两个烟，手里边只有四五百块钱能到医院去吧。后来就是跑前跑后自己垫资，就把做完手术出来，就跑到民政上给我能报一点报一点，觉得这个人服帖的很。我说的这个我想流眼泪。遇到有困难的群众，库兰总是会慷慨地献出爱心，从不吝惜金钱。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库兰丈夫去世多年，她既要侍奉老人，又要照顾儿子，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但独自一个人把她的孩子养大，其实挺不容易。他尽管很不容易，他就这点工资，他也，不仅是一个人养孩子、奉养老人，还要去帮助周围的人。29年时间，库兰·阿金别克累计接待群众来访2600余人次，提供法律咨询700多人次，直接参与调解的家庭、邻里、婚姻、土地等方面的民事纠纷5000多起。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成功率达98%以上，做到了小事不出组，中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从事司法工作29年来，库兰·阿辛别克始终坚守基层一线，在祖国的西北边陲，他用始终如一的热忱温暖着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践行着一个政法干部的苛刻拖海精神。危急时刻，他们冲锋在前；疑难案件，他们昼夜奋战，传播法治理念，守护公平正义。他们的精神催人奋进，他们的故事永世流传。担当攻坚且避，护卫一方安宁。系列节目《英雄无悔》一线栏目正在播出。哎，指导，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今天总体情况比较平稳，就有一条信息值得关注，就这条。中共内江市委政法委综治中心是这个城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神经中枢。作为政法委专职委员，文国云正在开展每日的综治巡查工作。系统上连续出现了4个红牌警告。原来，在距离市区34公里外的一个村庄，发生了一起因企业重型货车碾压造成道路损毁而引发的群众聚集事件。把4S地的监控找出来，同时做好视频联系的准备。就这个地方哈，大家都看到了。从基层反馈的信息来看，群众聚集主要是反映道路损毁、企业不负责任这样一个问题。表面看它是一个点的问题，我认为它有可能引发由点到面的一个影响。资中县综治中心根据网格系统预警，我们发现资中县有一个村，有村民反映道路损毁问题聚集，请资中县报告情况。资中县收到报告市综治中心，该情况属实，我县正在有序处理中，后续情况进一步报告。哎呀，慢慢的，慢慢的，你这样子可以吗？大车子把路压坏了。虽然现场处置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但是为了避免矛盾继续升级，文国云决定向上级领导申请到现场去了解，掌握第一手的信息。根据事件等级，综治中心同时向内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大队副大队长姜立峰发出了指令。作为政法先锋队的助阵小队长，姜立峰带领3人小组火速赶到了事发地，听取群众意见，展开矛盾化解工作。半个小时后，文国云也赶到了现场。希望把这个事情解决好。请你老人家先消下气。至于你们反映的情况，我们呢也了解了。希望你们就是乡亲党委政府一定会有序的把这个问题解决。
老百姓找企业，企业不理会，那只能找镇村的干部进行协调，但是协调的效果和进度老百姓他不是很理解和支持。这个针对村民反映的情况，文国云会同几名政法干部首先对损毁的道路进行了实地踏勘。在现场我也切身感受到了道路损毁是比较严重的，老百姓所反映的问题是客观实在的，他们的合法利益是应当得到有效保障的。随后文国云对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企业负责人表示迟迟没有对道路进行修复是由于资金短缺，周转困难，暂时无法完成道路修复。请企业的代表来听到大家的诉求，光考虑移民要考虑老百姓心里是难不难受，但是你们要给我们老百姓一个明确的一个态度。经过反复协商，企业负责人最终同意在2个月内完成道路修复。对于这个解决方案，村民们予以认可。我们会持续关注，就请你们放心，好不好？好好好。一场突发事件得以快速平息。2个月后，这家企业兑现了承诺，完成了道路的修复。类似的突发事件在这座城市中时有发生，大到自然灾害，小到邻里矛盾，每一个事件如果不及时处理到位，就有可能带来更大的隐患。面对复杂的社会矛盾，文国云总能第一时间做出精准的判断，并协调各方力量去妥善化解，这与成熟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密不可分，而内江政法先锋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2019年以来，内江市多次发生地震灾害，市委政法委决定组建一支深入基层、为群众提供安全保障的政法先锋队伍，具体实施工作落在了文国云的肩上。那么我们选的队员就要严格标准，就是必须学历要高一点，要年轻一点，有培养前途的政法干警，到基层到一线树立我们政法干警良好的形象，这个是国云同志在当时提出来的。在文国云的推动下，内江政法先锋队成立了。这支队伍由内江市5000余名政法干警中精选出来的300多名骨干力量组成。文国云又将300多名政法先锋队员分成100多个3人小组，分布在全市83个乡镇街道，随时待命，一旦发生突发事件，立刻行动。内江政法先锋队除了应急处突，还承担着宣传法律知识、收集社情民意等工作。他们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引导群众依法依规反映诉求、解决问题，搭建起了与群众沟通的连心桥。2020年6月，在内江市主城区的一个婚姻登记处，一对夫妇办理离婚手续时发生激烈争执，丈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尖刀向妻子连续刺戳，造成女方多处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行凶后的男子跳河自杀未遂，随后被赶来的公安民警抓捕归案。这个案件中呢，这个嫌疑人和受害人他们是夫妻俩，由于长期的婚姻家庭不和，然后产生了长期的一个积怨。惨案猝不及防，令人震惊也引人深思。案发后，文国云第一时间来到公安机关了解案件侦办情况，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与此同时，这起案件也让文国云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预案，防范此类悲剧的发生。
这一类风险它的爆发点它是由低到高的，如果我们能够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把这一类矛盾风险化解在源头，那它就不会再形成治安刑事案件。为了避免家庭婚恋矛盾纠纷产生裂变风险，文国云积极组织妇联、法院、公安等相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随后在文国云的提议下，各个部门达成共识，决定组建一支家事公益人队伍。如果通过某一个部门他在推动基层资源整合还有力量的发挥方面它是比较单薄的，那么我们就考虑到是否可以政法统筹、妇联牵头、部门协同还有这个社会参与这样一个工作思路和方法。他当时讲的就是一个思路，就是把我们社会的公益力量把它汇聚起来，参与到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发现、排查、干预和化解当中。历时三个月的统筹部署，一支由865名基层干部和群众组成的家事公益人队伍成立了。阿不是锻炼身体，这天上午，内江市主城区的一栋居民楼里，一对夫妻发生了争吵。接到邻居反映，既是社区书记又是家事公益人的吴春荣迅速做出反应，带领同事赶赴居民家中进行调解。为啥在吵嘛？为啥在吵？你这不懂的事。怎么回事？我们是社区家事。一场正在不断升级的家庭战火，在家事公益人的干预下及时止息。他是一个下岗的女工，然后呢，平常他就喜欢跳一点爸爸舞。她老公态度很坚决，就说她如果是再去跳爸爸舞，再不管家的话，她就要离婚了。她老公不要她回家嘛，她也没地方住，我就把她带到我们的那个家庭暴力庇护所去，给她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吃和住的地方，让她有一个她冷静的思考场所。这两天你自己想通没得？你在屋头？想通了，一个人确实很多事情解决不了。冷静下来之后，夫妻双方各自反省了自身的问题，在家事公益人团队调解说和之下，两人重归于好。以前公安机关处理婚恋类的矛盾纠纷，着重于是在事后的处置和现场的处理。那么，通过家事公益人项目的运行以后，我们把矛盾纠纷调处，提前到了它的源头，那么通过多部门的联合的联动和处置以后，起到了很好的这个基层治理、促进矛盾纠纷、预警化解的一个作用。两年多的时间，家事公益人工作方法在内江市广泛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全市范围内婚恋家庭纠纷化解率提升了13%，达到了98%。家事公益人成功调解各类家事案件7200件，调撤率达到了72%。6年的政法工作经历，文国云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总结又形成了完整的工作方法体系。这些工作方法的形成是文国云无数个夜晚奋笔勤耕的结果。社会治理工作复杂而多变，文国云白天分析研判各类社会矛盾，晚上将研判的结果和发现的问题总结提炼形成文字，这已经成为了他的工作常态。我晓得比较晚的时候我们就是凌晨2点，就是他头发我看到白了很多，他现在这方面人比他的实际年龄，你看他不到40岁，比他的实际年龄现在更大。文国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工作，却少有时间陪伴家人。
在女儿的眼里，文国云总是一个失信者，答应的事儿老是做不到。我的爸爸妈就是一个非常热爱工作的老黄牛，其他同学的爸爸妈妈都在管他，然后帮他批改作业，但是我的爸爸呢却不管我，只有我妈妈才管的我，所以呢我就希望我爸爸在学习上管一下我。来到内江市威远县原铺子湾镇双岭村做法制宣传，文国云的心情有些特别，这里是他参加工作的第一站。2007年，满怀建设家乡激情的文国云来到双岭村任职党支部副书记，在这里留下过扎实的足迹，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隔15年后，当年的贫困村已经发展成为美丽乡村，文国云也已经从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成长为经验丰富的政法干部，岗位职责有所改变，但为百姓服务的初心和热情始终不曾改变。文国云在我们村来的时候，他发现我们村还有5%到10%的弱势群体在生活在贫困线上，我要把这些人脱贫致富，就我扶起来。他提到我一个同心保护基金。现在这段时间身体状况怎么样？还好。曾经的贫困户吴真琴对文国云当年对自家的帮扶感念至今。就是看到我的经济条件紧嘛，经济条件紧，一个是经济上的帮助，二一个是。物质上嘛，带头工人喊我养哈子兔子，养得来卖呀都有利用噻。这个人嘛，他各方面嘛，态度也好，这个对人也好，帮助我们简直没得怨言的。15年前，文国云带头捐款，创建了困难村民同心帮扶基金，引导双岭村贫困户通过发展养殖改善生活水平。那段大学生村官的经历，是文国云人生中最宝贵的经验和财富。在农村工作给我人生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更加的懂得基层所需，群众所盼。从大学生村官到政法干部，文国云始终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他先后获得了中国十佳大学生村官、四川省纪一等功公务员、双百政法英模等多项殊荣。通过不断的理论实践研究，文国云在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了《消除农村监管盲点》、《破解垃圾围城窘境》等90余篇文章。他的一批成果观点被党政机关采纳。让周围的人没有想到的是，文国云把多年积攒的稿费和获得荣誉的奖金共计3万多元，全部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他这种行为充分地体现了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对我们党深深的热爱之情。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平安建设、事业治理、矛盾纠纷排查、网格化服务管理，这些工作都是和基层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必须统筹谋划，有效推进。只有把自己的职责定位摆正摆好，才能够更加有力地发挥职责来推动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